这个长，我等下会想办法冲到二楼，那到了跟你回报。谁要跟你去二楼？你呀、啊？我吗？要讲那么久了。预备，预备。这是我看起来的。开始。六到七名。还有屋子里面四到五名。有人看一下斜坡对面。好。那注意一下二楼，注意一下二楼。好。既然那边还有人雇吗？那边没有。确定？有有有。哎呦，靠！有草丛。底线在草丛一个。红色围墙那边有一个。扩边帽。对。屋子旁边。屋子旁边有一个。干袁振王，这多好！我们有人攻到楼梯间了。来，你来攻灯是有啊？帮我看后面。OK。我在，我在。他们往后退，他们是有一个往后退。那边友军，对方的敌军，好收。靠！小心！哎，人掉！怎么怎样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！怎么怎样？死话！你要不怎样？说话！怎么了？他掉到坑里了。看起来我打到好几个还不止，正前方，正前方。扭到啊！看到一个，左边那边，他一直在打，哎呦，打掉一个，注意哦。那边大概还有几名呢？打掉两个，两个。还有一个，哎 ，hit， 哦，对哦，走啊，冲，
个还好吧，我看他手好像整个扭到哎、欸。哦。没感觉，紧张，后来回头狂扫我，确定是没打，因为子弹到他那边就全部往右边去。哇！剩下小华了。看小华那边超危险的，他被包起来了。超强了，不用怕，他一个人可以打15个。他直接往前了。是我只会从左侧，我不会从中间切进去。但这到底是友军还是敌军？他不知道左侧有人啊，敌军，靠腰。敌军的、啊，我就说，那你这刚最少站五个人，你们再站起来狂扫射，他们就全部死掉。有啊，我打掉有他打掉两三个。是他们一开始更中线，他们就在马路上走来走去。哎、啊，小红书这边都没人，我在那边超想给他按下去，不行，要忍住。完全没差，不行啊，这样关洛音就违法，真的破坏游戏乐趣。要尊重游戏，尊重游戏。我一开始就知道了，只是我不敢探头，因为我们那边不好探头，探头就会被打。欸、最后那个冲过来好像是外国人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好像、啊、他也没打到我啊。对啊，他是打我啊。对啊，他不管怎么打都打你，他不可能打到我、啊。嗯，我才有可能打得到、啊。那就跟之前，因为他正站在我面前啊，對啊我挡他这里 啊，我想说，干、啊，最好是两个都死。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两个都死，是不是？没有、啊，他后来有阵亡、啊。我是说啊，我阵亡，因为我会打到他，我说我一起阵亡。一个半，啊，他比较划算的一个半点。太极，蛮靠，没有关系的，好玩就好。对啊，我是没打。打到哪边啦？被他打掉啊！那個、哪个？因为我以为是你他杀了好多人呢、欸，不是？我刚才也误会，因为我刚刚已经从二楼上去了。哦。然后我一看到，斜坡有人，我以为是谁？是我们的人吗？但我来不及，被他干掉。他这边打到好多人，他就在那边一直打，对 对，一直打，看他打死超多人。啊！后来他讲英文的时候，哦，干、对方的。跑到斜坡上的计划是不可能成立的。没有，我刚。这边都没人啊！我从楼梯上去。没有，其实我觉得哦，对了，应该斜坡打不上去。你有上去楼梯啊、哦？可是楼梯上面有下来很多个、欸。啊，就是后来都没人啊。哦。我才上去的、啊。楼梯上面没有人。没人啊。哈哈。演得好。金马奖。喷血。小心坑洞，小心坑洞，不要走这边。嘎，好可怕！好可怕！刚刚有一个已经摔进去了，刚刚那个是直接飞进去。对啊，我就看他走，整个人瞬间消失。小心，那个很多坑洞。You gotta take that anyone？ 好了，走吧。啊，老公打我。Good， 是不是 ？Chris， 是不是 just go shooting？ 东西去摆的，太小心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为什么？哦，他是换位置还是什么？